我现在的海拔是1200米，这山上的天麻好像长起来了。今天到山上来转一下，看有没有野生的天麻可以挖。野生的天麻基本长在800米到1000到2000米海拔的那个山上，灌木丛里。对面那些山海拔更高一点，应该将近2000米，那边应该有。这个像不像七叶一枝花？这个只有七叶没有花。这个也是一味草药。天麻没找到，找到那个好像是黄金。看一下这个花，这个刚开花，这个叶子，看一下是不是黄金？好像是黄金这个。哇，真是黄金这个，像姜一样的，老虎姜。这旁边还有一个天南星，这天南星是有毒的，还有这个刺黄连。这个刺黄连用来做盆景还可以，有点像那个姜，生姜。还有这种植物，长得很像黄金，但不是黄金，这个叶子特别像。它这个是长得比较分叉一点，摸起来手感都不一样，这个就不是黄金了。天麻一根没看到，黄金倒看到几颗。还在发芽，这些这边自己抓。这个脱皮树，全部死了，这皮子。跑到山顶上来了，好多那个映山红。看一下后面，映山红。转到这山沟沟里面来了。这山顶上面全部是种的那个烤鸭，好多啊！这些，看一下我身后，这一大片全是烤鸭，这是个大老板。这里正好是在山顶，这边的树全是长得很大的，像原始森林一样。这下面就是一条公路，悬崖。天麻一根都没找到，就找到一些老虎姜。这个根茎他们说是一年长一节，像这种的话估计有将近10年吧。这个这么小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
这是第七年的长了，这块更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年。